外天下的意思，它有个前提，就是它有个前提啊，我还要再加一个前提，你必须是一个，有道德伦理追求的一个行动主义者，啊，你前提是个 ethical activist，这是前提，你不是这个，你外不了天下。外天下的前提得知道这个背景性秩序不存在，背景性秩序，所谓这个天下就是背景性秩序嘛，这个场域啊，背景性秩序，那个场域是裂解了的，是裂解了人，裂解了人。那么外天下的目的一开始就是通过一种伦理行动，道德和伦理的一种行动。其实也是政治行动啊，去那个甚至 political 啊，political，如果你做不到这个状态的话，那你第一步就做不出去啊。外天下第一步，天下篇里面最挫的一个境界是墨子，最一般的一个境界是墨迪、墨子、秦古离，就这个意义上，这是起点。这是起点嘛，个税起征点。你收入没这么高，你境界没有这么高，你没有办法做一个道德伦理和一个就是你的政治理想的一个行动者、行动主义者的话，一个积极者的话，activist 活动家的话，那你外天下第一步就做不到，第一步就做不到。大宗师要求很高的，你这一步做不到，你这还就摆个小摊小贩的，或者收个租子的什么，你这种人。就这个就算了吧，你绝了这条死了这条心吧。你第一步你就没有，你蛇皮，这是最最最最基本的。You have to be ethical activist, be ethical activist。你必须是一个伦理上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上 ethical 这个包 ethical 这个词就包含了 moral 和 political 的维度，politics 的维度都包含在内了。如果你第一步跨不出去，关视频走人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修道修个屁，别修了啊，不要修了，你得有这个热忱的，我们换句话说，你得有这个 passion 的，你能承受这个痛苦的。